元乐八爪鱼发出咁多爪，今个星期同大家去行下时代坊嘅迎春花市，同了解一下 Going Beyond Celebrating Women 40 Over 40 嘅活动。之后再转去睇下多伦多体育历史展览，最后再一起参与纺织工作坊。星期日晚7:40，荧幕八爪鱼。